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彭小哥。今天这个面条啊，是从饭店打包来的饭，干锅土豆片，还有好像是回锅肉。中午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完了吃剩的我就打包回来了。这会儿煮了点面条，拌一下，我先给拌下去。刚吃了两口，还挺好吃。不过人家饭店炒的菜就是比咱自己炒的好吃。单位那个光盘行动吧，打包回来拌面吃，非常好吃。今天录视频，这个面又给带上了。楼下有一帮老头唱歌呢，哎呀，那家伙唱的底气十足呀，吵的都不行。那窗户都关着呢，你在屋里面都听见声音很大。昨天我下去，我听见楼下一帮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些唱歌的，对他们呢。怨气都很大，说人家孩子晚上回来学习一下，被他们吵的都学习不好。早上8点开始唱，唱到10点多，晚上好像6、7点就开始唱了，一直唱到11、12点。哎呀，他们的力气是真大。他们中间好像还有主持人，这个唱完了那个唱都是安排好的。菜都得晚点。这饭里面的大蒜可真多，我都挑了这么多了，里面还有好多。不吃了，这底下全是辣椒跟这个油，哎，这还有一片肉。
特油特辣，底下全是那种小米辣。出水。行，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。我是彭小哥，有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下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